后就能够使用必杀攻击，演出相当帅气，充分展现了角色们的个性。不过要是想要加快战斗节奏，可以在设定中关闭运镜。手机游戏啦，这款由光荣特库摩推出的动作武装类手机游戏《真悲苦武装》，要带你进入世纪末的荒废世界中，用双拳守护心爱的人。游戏中将能够体验原作剧情的传说篇，并且加入了大量的过场动画，充分还原故事内容。時は世紀末。不过游戏目前只有在日本推出，想要在台湾啊恰恰恰的玩家。
かってくる。